马思纯胖出游泳圈 ，P 图回应减肥标准，网友解释真的刚。马思纯大家都是很熟悉的，七岁出演第一部作品，而很多网友真的开始认识马思纯，就是在看了《左耳》之后。在剧中，马思纯的演技可是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随后和周冬雨合作的《七月与安生》更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。一路走来，马思纯的事业发展的可是很少的，不过在感情上却是并不顺利。和欧豪公布恋情后，两人还是分开了，而这件事对于马思纯的伤害也是很大的。期间马思纯胖了很多，不过在开始工作之后的马思纯就再次瘦了回来，只是马思纯的身材一直都是在反复。作为一个真性情的女孩子，马思纯也是参加了我就是演员，在节目中对于自己的演技也是有很多的挑战。而最近的节目中，马思纯在采访的时候身材可是再次受到了大家的吐槽，本身穿的就是粉红色的连衣裙，站直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，不过坐下时候游泳圈可是很明显的。